今天又是周末，今天超级热，今天还不是超级热，今天是91是不？明天超级热。我们一早的话去Home Depot 买了一些东西，就我们那个 deck 的话有两块板子坏了，然后买了两块板子。Home Depot 就是可以帮你指定，就切割的，你只要指定长度可以。Morning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买的一桶漆，就是要我们要给它刷漆嘛，因为我保证它使用的年限长一点。然后买了这两个有下次管用的，还有这个应该是杀虫剂。我们发现那果树上面有那个果蝇，另外买了些高粱酥油。好，现在我要把这个就是卸下来，东西卸完了。就戴上习惯性的帽子啊，因为这个，遮阳还是挺重要的，因为美国这边的紫外线还是挺强的。但今天真的很热，你要就是你在外面的话不动的话，你都会出汗，但是今天活还得干。一件事就是这个是叫什么？Neem oil，就是一种。这种产品的话，就它不是杀虫剂啊，但是它能把，就是那个虫子，就是它可能有一些气味，可以把它去，就是驱赶掉。我们这个杏树啊，昨天我发现有这个 Japanese beetle，我可以给你看一下，这里好像有一个，啊，哦，它飞走了，这里有一个，哦，又掉了。那哪有啊？就是我们发现这个 neem oil 的话还是挺好用，挺管用的。我之前的话都是拿手抓，看到就把它掐死。这里有一个，看，这就是 Japanese beetle。然后我一般的话就直接那么掐死。对不起，我杀生了。但是我对这种虫子的话是很讨厌，因为它会，你看，它会把这个树叶给吃了一个孔一个孔一个孔的。那现在的话，我就要用这个 neem oil 的话，就把它整个都喷一下。就这个，它不是杀虫剂，这点挺好的。我之前试用过这个，然后就直接往上面喷。这个用的挺快的，就是所以说，有的时候还得多备一点点。我这是我们从那个 Home Depot 里面买的，但是这个树太高了，我就是从上往下喷不到。这样的话，Japanese beetle 就不会来了。这只树也是一样，如果你闻这个的话，它有一股刺激性的那个味道在里面，所以说这就是它的 Japanese beetle 的时候，它就不会来了，它很讨厌这个气味。但是它不是化学的那个，就是通过杀虫剂一样的东西呢，把它杀死，它是把它驱赶掉。这个也可以在菜上面用啊，包括在葡萄上面都可以用。好，第一件事干完了。然后第二件事，就是我要把这个 trampoline 的这个网，就是 safety net，要把它立起来。我现在打算的话，因为它有这个金属的那个杆子，但我不太喜欢，所以说我到时候要去这里面砍几根比较结实的木头。我看有几个支撑的地方啊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这里应该有一个吧？这里没有，应该是六个。我要砍六个木头，然后把它立起来，应该是六个，然后立起来，有起点防护作用。
好，我现在就动身去这个树林里面砍砍东西啊，然后把它就是插到这土里面去，然后把这个网子呢挂在它的顶端。好，现在话不多说，我先弄完了之后就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我们把这个网立起来了，刚才小孩在里面蹦了一会儿，这个挺有意思的。现在这个网可以起点防护作用，看，大家挺喜欢。我现在是用了6根这种木头呢，完全很牢很牢。然后在这上面就弄了一个像一个 notch 一样的东西，像弄了个坑，你知道？然后这个绳可以绑在这里。就自带的这个太短了，还弯了，有的还弯了，这个太短了，所以说我就没用。嗯，枪不力的话现在是可以跳了。嗯，然后我看看，我不知道有空的时候把这个刷一下那个防水漆吧，因为好像也有那种削的嘛，就是可以挡在这的，但是我感觉还是会生锈。所以说我也不打算买那个了，然后就用防水漆可能涂一遍。好，现在又到了吃饭的时间了，吃中午饭。吃完饭可能要把这个 drawing paper 要弄出去呢，这里有一个，弄到那边去。好，吃饭先。哇，这个一动啊就是大汗淋漓，全身湿透了，看裤子身上全湿了，黑的可能看不出来，但全湿透了。我现在把这个排水沟已经挖过去了。这一根的话没什么水，就是从那个黑色的管子漏出来的，但是呢这根管子会有很多的水，所以说我想把这两根的话就混到一根去，然后排到最后面去。现在我买了这种接头，就这种，然后说2接1的，然后这个是就单独一根延长的，这个还挺贵的，这个要5-6块钱吧，这个也2块多。啊，我现在用这个把这头接起来，然后把那边截去，拿锯子把它锯了。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热，我的天哪！干完这个，我估计我就得休息去了，干不动了，全身湿透了。全身湿透，你看这。我还报废了条裤子啊！今天把这个 trampoline 的那个 net 的话已经收起来，然后把这个 draining pipe 的话已经把它连上了，你知道？整个的话已经排到那边去了。这里还将来还有一根，我现在看到时候 Facebook 有没有便宜点的。将来的话又排到后面去，那现在的话就这样，这一根的话是直接从前面，你知道，就排过来的水。我们在这个排水上面真的下了很多功夫，也买了好多这样的叫 draining pipe 适应去的。现在还剩下这一股，还有那边有一股，所以说看到时候有没有便宜点，或者是有的时候人家会因为不需要这个就免费送，所以说到时候就去取一下，当然是附近的了。哇，今天真的是干活歇我，这个水都不知道喝了多少。这个真的是越来越热了，91°F，然后今天就差不多就这样了，不太
想去游泳池游泳去了，放松放松。好嘞，这就是今天的视频，拜拜。